各位小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IN 阿金啊，今天又来到我们24个小时五星通气的单元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个我们最熟悉的警察局，没有错，我现在就在这个警察局的内部哦。那是这一个我们的观众李尚恒所提出的，在警察局度过五星通气，你们喜欢就点赞吧，谢谢，也可以转移到其他警察局，其他的警察局我记得有一些警察局是进不去的，其他的应该是剩下那一间北部的警察局跟这一间吧，对不对？就是以 GTA 原生模组来讲的话，额外加装的不算，应该是只有两间警察局而已。反正不管，这个在警察局度过五星通气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天马行空的感觉，怎么会有人躲通气躲到这边来勒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喜欢一定要用力用力用力帮我按下去，订阅按钮也是，让我赶快到达50万订阅，好不好？那喜欢我们就给他按到6666个喜欢，6666一波六。那我们就战片开始。那既然要躲在这边，我是不是可以准备一些武器啊？那当然就先拿我这个最喜欢的这个外星人新枪，然后外面为什么五星通气都还没开始，外面一堆枪战啊？这个洛圣都治安真的很差啊。然后我们五星通气正式开始，等一下我是不是要先把这个血量给打开？好了好了，打开来了。我觉得一开始是躲地下是最安全的，例如躲在这边，有没有？他们一过来，这个是这个玻璃不知道有没有防弹。来，我们先躲这边5颗星，先躲地下室，这样才不会被那个什么坦克车啊，还是什么给炮轰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这边会不会进来啊？还有没有人要下来？你还敢下来？你还敢下来？我竟然直接在人家的地盘里面厮杀啊！呜呼！我躲在里面会不会更安全？哎呦，不行！这边好像是可以穿过去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边可以穿过去。躲到牢房里面没用啊！哇塞，你没死啊！另外一边他好像不会进来，对不对？这边，他们好像不会走这边进来。那我就先躲在这边，门先关起来。这一段感觉安全哦。这边会不会有人进来啊？哇塞，还敢过来啊？来，我们上去。这个警察局很大，很多。他死了没？不要再偷射我了！我现在已经感受到这个外星人新枪的强大了，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？因为他不用换弹夹。等一下，但是我只有2000多发，而且现在时间是几点啊？我们刚才差不多12点开始了，现在差不多下午2点，过了2个小时。来，人类，躲这间，应该算安全吧？先把门给关起来。他们找不到我那我今天这一集就在这边泡茶聊天就好了啊。感谢这位观众让我舒服的度过一个五星通气啊！话说你们有没有看我这个阿金的脸越看越习惯了？我自己是越看越习惯了。想当初第一次玩的时候看到这个脸，我真的是笑翻了。但是还是有一个这个方形啤酒肚哦。然后有人问我这个身上这个 T 恤这个图案是什么？这个图案就是那个布罗利亚。警察真的不来找我好酷哦！有人来，你想干嘛？你吓到我了，你知道吗？警察局五星通气的，竟然是这么轻松啊！还是我们去他的局长办公室？等一下，外面有人！呜呼！再杀一个！这边是最危险的，赶快躲起来！躲这边！嘿嘿，门关起来。
这边可以换个那个特警的衣服，对不对？他们会有人过来吗？哎呦，没有人要过来。呼呼，你想干嘛？有两三个在外面，有点危险，他们不敢进来，是不是？呜呜呜呜呜！吼吼！我现在直接被一群人追杀。我觉得这个在室内玩五星，哎、欸，等等等等等，哎、欸，我快死了，快死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哎、欸，快死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残血啊！躲这边好了，躲这边，警察来了，警察来了，这是特警哎、欸，我要把这边堆成一座那个尸体山啊，这边比较危险哎、欸，帮我换个区域，哎、欸，结果，公梯会不会比较安全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人，是不是有人在上面？来啊，给我出来，给我出来！所以这个公梯还比较危险。哎、欸，这会不会爆炸、啊？哈哈哈！哎，我怎么自己跌倒？我自己跌倒、欸！哎、欸、哎，站起来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因为这个瓦斯管线的关系吗？我再试一次。哎、欸、哦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整个人会瘫软啊，站不起来哎、欸，完蛋了！哎哎、欸欸，这个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哦吼！哈哈哈哈！这是什么瓦斯中毒哦？玩上瘾了！哦吼！睡觉了哦，装死！哎、欸，这是装死技能。在室内有一个好处就是坦克车根本就进不来啊。那我们去这个顶楼看一下，哎、欸，顶楼应该就蛮危险的咯，应该外面一堆直升机吧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五星通气的，外面这么安全哦、喔，真的假的？全部人都在下面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没有警察过来哎、欸，所以人家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哦吼吼吼，看这个夕阳，哎、欸，他们没有派出半台直升机什么的哎、欸。我是不是顶楼换个狙击枪好了？如果有直升机来，我就直接狙他。来啊，来啊，来啊来、啊，还是他们有派出坦克车？哎呦哦哦哦，外面有在炸、欸！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吼，偷射他们的玻璃。哎，哪里有坦克车？我没有看到。好，这一次我不要靠这个围栏太近啊，我先跟他们的空中部队对干一下好了，对不对？来来来来来来、欸，他们这不打算过来，那我来伤害无辜好了。你再不派人过来，我就把你狙爆。哎、欸，他们真的不打算派任何的空中单位来狙杀我、欸，哎，那就狙你喽，狙你喽。你确定你不过来？你确定你不过来？你真的不过来，我就要狙掉喽。哦，他倒着飞、欸。他是不是快坠机了？好像是哦。哎、欸，等等，哇、哦！换枪换枪！哇塞，有一只跑上来啦，吓死我了！哎、欸，哪里哪里？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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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，已经有人过来了。直升机，这边有个直升机，走开，走开！呼呼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感觉这边开始危险啦，这边还有一只，这边还有一只。呜呜呜呜！你还敢过来？等等，残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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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先躲起来，先躲起来！哦呦！先下去，先下去！呜呜呜呜！哦！快躲啊！完了！突然冲太多只啊！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北部村落的这个小警察局哦，我们是可以交换警察局的、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间好不好防守？哎、欸，他有没有其他房间啊？哎、欸，他没有其他房间哦。哇嘞，所以就直接进来这样对干哦？不是吧？那躲这一间一点也不好啊！坦克车会不会直接炸进来啊？来，我们看看看看。哦哟，这哎哎。欸欸
坦克车直接炸进来啦！坦克车犯规啊！既然他会直接炸进来，那我躲这边好了，好不好？躲这边感觉比较安全。然后拿着我的这一把外星人枪，但是感觉我这个头会被狙到，露一颗头啦！可是因为没办法靠那边的墙面，会直接被炸到。他们人来了，他们只要来一个，我就杀一个。你还敢过来？你还敢过来？呜、直接跟他对干了，直接把警察局占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越来越多了。我现在只怕他直接坦克车炸进来啊！没有坦克车的话是还好。哇，你还没死。现在是一个一对多的感觉。如果真实世界发生这种情形，应该蛮可笑。一堆警察想要攻占一个人，攻不进去，最好是这样子啊！一个杀全部，这样这些警察应该都要被 fire 掉了吧？对不对？这些警察跟军人，这样显得我跟英雄一样，来吧，我就这样子撑到底。他明明是炸外面，为什么我里面也会被受到波及？好，我现在来到的是这个赌场斜对面的这个警察局啊。虽然它里面进不去，但是呢，但是我可以上它的这个阳台啊。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玩赌场抢劫最喜欢来抢的直升机的那个地方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个地方啊，这边有时候都会停一台直升机在这个地方。我们也爬到直升机这边最高处，然后对面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赌场。其实这个警察局蛮安全的哦。下面有一个警察，是不是想要看我？可是找不到我在哪。哦哟，炮墙马上就要被射啊！换一把比较厉害一点的火箭炮如何？呜呼！还敢过来啊？以为我是没有火箭炮是不是？我没射到，没射到，尴尬，尴尬！呜呼！中了！还没坏哦！呜呼！看来我要拿个寡妇制造者，这个比较强。你再没中啊！你再没中，好耐哦！呜呼！他们应该步兵爬不上来吧？他们根本都不知道怎么上来这个阳台吧？所以我现在面临的应该只有空中部队而已，我觉得。而且天现在渐渐已经变早上了，我看一下现在时间几点？现在时间是早上五点，再度过七个小时，其实这个警局不错哦，下面的人也上不来，他们可能没有在赌场抢过劫吧，所以不知道要怎么上来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还是要引诱他们上来，这样靠墙会不会马上就死掉？偷射，超贱的偷射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没看到人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又不小心会被炸、啊。他们最喜欢玩偷炸这一招。我们从这边爬到最高点。这样会被射、喔。走开！不行，这样会被射，这样好危险哦、喔。他们确定不派出一点空中部队还是什么的、喔？哟，他们从哪里在射我、啊？来来来来来，我们这样偷偷出去射他们好不好？想干嘛？直接把他们给厮杀、啊！嘿，还有哪里？还有哪里？没人了，没人了。你没死是不是？直接跟他对干了！来来来来来来！好爽！你还敢过来啊？等下坦克车是不是来了？这台是坦克车，这台是坦克车，赶快先跑，先跑！那个是坦克车啊！我们这个人是不跟坦克车直接对干的、啊。你还敢偷射？下去吧，下去吧！那个直升机怎么那么耐打、啊？
等下下面有一台坦克车，我可不可以第一时间直接把它轰掉之类的？我们用火箭炮，用火箭炮试试看。下面是有一台坦克车啊，哪里没看到？哦吼！啊，这边还有一台，完了！哇，快！哦，他该准备要瞄准我啦！来，我要把那一台坦克车给弄爆，恐怖哦！这边啊！不！然后我现在来到的是一个比较偏乡的这个小警察局啊。然后我可以活动的范围是他的院子，这边可不可以躲啊？这边应该都是不能进去的，完蛋了！只有两个警察也敢过来，上他警车比较安全吧？快！但是我又不能离开警察局这个范围。呜呼！先偷走他们的警车喽！躲在这边，他们应该不会过来吧？他们过来我就直接撵他。来吧，现在时间是11:23，再过30分钟我就可以毕业了。等一下，卡住，快往后撞！我嘞！这没有地方可以躲啊！这间警察局，这间是超级小间的警察局啊！好啦，现在时间也超过中午12点了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。那如果你下一集想要看什么样的主题的话，你就在影片下面留言，赞最多的下一集就拍他的影片。但是，我是可以给一点建议啊，不一定每一次五星通气都要在同一个地点还是什么，有时候可以不同的载具，不限定地点也可以啊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开着车到处环岛，好像也不错嘛，对不对？反正近期几集的好像都是困在某一个地点里面。好啦，这只是给你们建议啊，主要还是看赞最多的是什么，就代表观众最想要看的主题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们要感谢这一些加入会员的人，只要你有加入会员，你的名字就会变成绿绿的，聊天室会变成绿绿的啦，然后片尾会放上你的名字，真的非常感谢你们一路支持阿金到现在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